我是你助理还是你是我助理？下次再忘带钥匙，自己卷报责任别干了。你谁啊？我是杨真真。杨真真。哦，昨天在棚里把伴舞摔倒了，就是你吧？我那是不小心的，其实咱们早就认识了。说怎么有点面熟来着？你不是我粉丝，你是狗仔是吧？跟进来了吧？你现在是私闯民宅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告你。我呢，既不是粉丝，也不是狗仔，咱们是同事。我是星空起宣部的，是刘总让我过来跟您商量点事儿的。刘亦男派你来的。我现在没什么情绪，你可以走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对接的话，让他刘亦男亲自到这跟我说。我不认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出去了，收机了，给我把门关好，别碰坏我东西。刘总让我告诉您，千万不要发微博、发微信、朋友圈，也不要登录任何公众平台账号。你要想说任何